深刻的这种情感的表达的，所以这色彩呢用的鲜明，很磊落。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呢，不是对特别具体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那种具象的描画和刻画，而是对于自然内心的感受而生发和幻化出来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呢，它靠用笔因素的，也包括具有特技因素的，但是都很好的有效的表达了他对东方的大自然的景象宏观的大境界的一种。